我是贝登堡。今天呢，我要先来介绍我的 family。以下简短的介绍，请大家认真耐心的看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位是我面积的公式是，他是位数学老师。你们都听懂吗？懂了没？懂了，这个代码都没有多讲，懂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李老师，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。牧师大人，刚才杀死了一只蚂蚁。不幸，他，我爸爸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挂了。有时有一次，他们一起到野外去活动，划船。哥哥爸爸都会打。我们阿公你很幼稚嘞！哦哟，不要乱讲啦，阿公怎么会好？你阿公你干嘛一直看小抄啦？我问多对象。在这里休息呀、啊。听不懂，其实我们会讲中文。我们要去打贝登堡了。我们已经被南非的土著围住了。他们这边有多少人呢？大约6000，应该是南非的213士兵。现在该如何是好呢？守时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人如果守时，对工作有完整的效率，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完整的规划，对我们的社会有良好的示范，对我们的国家有好的贡献，对我们的地球有要什么？我们的社会造成极度的动荡，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巨大的不安，对我们的地球造成温室效应，海水会倒灌，冰山会融化，都是因为你没有守时。今天迟到的、迟到来上课的人，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来练习传令。一张。
我觉得黄明鸭演的时候牺牲超大的。